士卡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你假装粉丝刻意接近我，耍我，一定觉得很有趣吧？我真的好恨你，崔露比小姐，你醒一醒，崔露比小姐！世康闹离婚，世娜取消婚约，全都是你害的。大家好像一直误会我跟本部长之间的关系。那不是误会，我对月儿小姐的心意是真心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东森戏剧台《甜蜜冤家》。